今天呢要用熨斗把这个球衣的 patch 弄到袖子上。我看网上有很多介绍，但是其实我感觉有一些是错误的。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正确的把这个 patch 给贴到袖子上。因为我们是要弄袖子的侧面，所以呢如果你要在上头熨的话，它可能会把底下这层也给烫了，尤其它是这种棉的，所以呢你可以拿类似枕头套或者直接拿这种卫生纸蘸点，这不是卫生纸啊，这是那种厨房用纸，蘸点水，别蘸太多，垫到这个中间来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，就是你在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把这个边也给这个烫着，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要在这个地方再垫一点东西，这样只留这么一小块。其实如果你要是足够耐心的话，把这纸剪这么一小块正好它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注意放下去的时间不要太长，然后起来放下，起来放下，尤其是啊不要放下以后使劲儿乱动去蹭，你如果蹭的话呢就容易把它给这个胶给容易粘不稳。好了，这就成功了。注意事项其实就两点，第一点，无论是你底下垫的这个湿纸还是在袖子边上这个边缘的这个纸，所谓的湿纸轻轻拿手蘸点水的上头拍一下，而不要把它完全浸透。那浸透的话你要注意这是胶，你如果要这是湿纸的话，粘上基本上这胶就粘不上了，没有粘性了。另外呢你要注意你的目的是要把它粘上，而不是像拿这个平时的熨你的衬衫一样在那使劲把它熨平，所以不要在上头使劲蹭，直接直上直下的怼上去，大概停留个5-6秒的样子，拿起来，然后呢再摁下去，再拿起来，不要一直放在上头就好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关注咱们吧。 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